Hello， 今天吃黑芝麻千层蛋糕，现在切一下。我去拿个勺子。喝的是调理身体补气血的，每天坚持那条越来越美哦。它中间的黑芝麻酱特别好吃。姐妹们，今天先吃到这，这个我会放到冰箱，明天直播吃，不会浪费的。明天见，拜拜。